因为我们全台湾现在是电子锁，你的市占率应该也破十了，对不对？现在还没了，没那么多。目标破十了。对，因为现在竞争其实也蛮激烈的。对，虽然我们有几间门市，对。不过因为其实现在说真的，最近这几个月是这样，就是景气不好。那经济不好，可能大家偏就是慢慢会走向低价的、低价的市场。但高价可能就是也是品牌的高价还是卖得不错。对，就有点两极化，就是品牌的高价跟对。那现在卖最好的这个电子锁是哪一支电子锁？帮我们介绍一下。还是卖比较好啦，就是飞利浦它本身就有它的品牌效应在，那基本的功能三年保固，公司货。三年保固哦。三年保固。哦。那三年保护如果坏掉，是你们要再去一趟、哇塞！所以那原则上这个电，其实它就是有指纹的钥匙锁，左夹中间，它其实只是变成有切换的开关的样式这样子。那五金其实像以前大家说什么啊，我用很久啊，门会不会卡住什么的？其实这个安装也有关系啊，跟技术也有关系。那大部分其实都不会有这个状况，就是蛮单纯的，它只是。原本要用钥匙，然后变成现在用指纹。对，所以其实也蛮划算的啦。就是按个指纹就可以开门的啦。指纹就可以开，对，像这是没有，它这是有。对，就开了。这样，然后关上就自动上锁。OK， 太好了。对对对，那只是说最近开始有一些，比如说像这个款式好多也有嘛。这种就是人脸阿法。对，那阿法啊，这台没有那个这台没有装电池。就像这个有没有？这开人脸过去就开门这样。这个今年，今年很奇怪，今年因为口罩解禁，所以人脸辨识就是突然变很多。2022年以前呢、就是2023跟2022年以前，谁囤人脸谁就是，因为很难辨识啊，很难。然后重点是卖不掉。2022年以前人脸辨识根本就卖不掉，然后2023年之后人脸辨识其实蛮好卖的。哦，太棒了！对对对，所以就是如果考虑人脸辨识，其实也行啦。人脸辨识也蛮，就是蛮热门的。那你会给我们发电跟房产直播频道里面的粉丝啊，你会给我们优惠的，所以是哪一支？哪一支电子锁？比如说市面上买要50000块，在那边买只要49800这种。98折。对对，打98折。就一直折一下。对，总要给折扣嘛。我们就一样都会有活动的优惠这样。对，有没有特别哪一支？没有，我就全部，就是因为大家喜欢的东西不一样。报说我是看发电哥来的。对，跟我们讲，我就另外再多送。了解了解。可能多送你像这种锂电池，我就多送你电池，然后卡片就多送你卡片这样。